《陈情令》精灵扮演者七培新人设崩塌，被另外的女友曝光床照。改编自魔道祖师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捧红了很多人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里面的主角王一博和肖战，后面的一些男性配角也都因编剧的设定变得十分丰满，有血有肉，可爱的样子令他们也圈粉无数。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有精灵的扮演者七培新。97年的他拍摄《陈情令》的时候才20岁，即便如此也不妨碍他的演技能引人入戏。从《锦衣之下之爱别离》、《锦衣之下血滴子》到《陈情令》以及《长安少年行》，七培新因名气的累加，资源也越来越好了。但走红所带来并非一本万利，而是人设崩塌。不论如何，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七培新好感全无，哪怕这个男生长相十分甜美，也希望一些网友能够引此为戒，哪怕再喜欢偶像，也不要将作品里面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混为一谈。人设只是人设，角色只是角色，和真实的明星还是有区别的。不深入了解，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。